赤裸部落青年阶级以勇士舞揭开玉里镇联合丰年祭序幕，随后各部落打棒，代表所有族人共同向天神祖灵献祭祈福。两年举办一次的联合丰年祭是玉里镇的盛事，各部落族人都会聚集一堂，借由歌舞凝聚情感。都很开心，而且是这是一种传统文化，所以大家都有那种共襄盛举的心情来参与，而且两年办一次，我们整个玉里区。总之，总归一句，就是很开心，这是我们阿美族的日子。联合丰年祭后，30号活动现场绕到观音部落修姑兰溪河岸举办捕鱼祭，部落青年阶级集体进行捕鱼，并敬老尊贤，当中会进行严格的青年阶级交易、磨练服从性跟救生技能。都卡巴诺尼亚罗啊，伊底下好是农业时代，啊哇，但你巴布达了古卡巴萨，伊底呢伊尼亚罗米修年，那你底呢诶诶，粒粒还来马托阿塞，啊底还古卡萨斯拉斯拉诺啊，阶级都弄诺巴达来哦黑带啊，哈底尼莫古阿尼罗诶，乌沙登乌沙登行诶，阿维多马拉萨瓦塞都古古穆里行啊，德马都马丁奈，系，啊伊跟乌卡巴阿德。mata tadi kapah tadi satu mata ya satu kei dialog aku ODP masa masawah satu kumurit hanga asmak. 时代变迁，部落人口严重外流，造成玉里镇多数部落的捕鱼季跟着中断，这是年长者的感慨。而联合丰年季跟捕鱼季目前的重要意义，就是让大家有机会聚在一起交流情感。记者法务的花莲玉里采访报道。